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副救急耐克洛兹马加乌贼王的牌组哈。首先看到我们的龙奈啦，对不对？第一招一颗超一颗钢就可以打20滴，然后必须丢掉身上所有的基本超能量，丢一颗多80，所以我丢三颗可以打多少？83、24+20就是260滴，260滴几乎都可以秒杀很多 Tech Team 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龙奈是目前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打手啊。来，他的狙杀是双方奖励卡加起来在6张哈。六张以下的时候可以使用这招打对手全场60滴，就是6颗伤害值15的意思啦。好，那这个狙叉应该不太常开到就是了。来，接着看着我们的这个马夏朵。马夏朵的话，第一招哈，它可以模仿自己墓地的基本宝可梦的招式，但是能量数量必须要一模一样才可以使用。好，第一招打120滴没有问题。第二招它的狙叉是用不到，好，算了，来。也不算用到，来一颗豆，因为我们没有豆系嘛，用不到了，不讲了。来，再来吉拉奇，哇，这个吉拉奇 SM9 的新卡哈，非常非常强大的新卡，它在前排的时候可以使用它的特性。看牌组上面五张牌，拿出一张 trainer， 什么是 trainer？ 道具、人物、场地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拿出来之后呢，它会呈现睡眠的状态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来，再来就是我们的救急月神，救急月神第一回合一直使用一次，可以从后排换到前排，没有问题。来，第一招打120滴，不看抵抗性，不看抵抗力，那他的狙杀就是180滴，奖励卡落后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他的狙杀，那下回可以防止下回对手所有的攻击以及攻击附加效果。好，再来，来这个奇拉蒂娜的话，他的特性，当他在墓地的时候可以使用，直接飞回来到你的后排，然后给对手后排两只各一颗伤害指示物的这个伤害。那他的攻击打130滴，必须指定自己一只宝可梦扣40滴血。那所以说这一只的话，就是稍微一个伤害的一个计算，然后让你来补齐，你懂吗？因为你看我们龙奈如果两颗能量打多少？180滴，如果遇到190怎么办呢？我能飞回来多补10滴嘛，190嘛，送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可以调整伤害的一个功能，还有它的攻击招是130滴，也可以打掉非常非常多的小人牌，有没有发现？但是副作用就是可能必须要扣40滴，看给谁。那芒果这边教各位，这个40滴，如果你下回合你的奇拉蒂娜100%会死掉的话，你就给奇拉蒂娜，如果你奇拉蒂娜不会死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给别人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来，乌贼王不用讲了吧？一回合一直使用一次，然后从墓地捡一个超能量，冲到自己后排的宝可梦身上，好不好？都可以。那冲到就是后面，但是我们冲完之后要做换位这个动作，就是一个重点的。来，马夏朵芒果放一张哈，干扰对方的手牌，就这样子。来，吹风机芒果也喜欢放一张啦，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啦。如果对手有什么阴招的话，至少可以见招拆招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宝藏放4张没问题，丢一张手牌，从牌组拿一张超能力或龙系的宝可梦。我们整副牌几乎都是超跟龙吧，对不对？那巢穴球放3张，为了铺场。什么东西铺我们的乌贼嘛？这副牌乌贼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一回合就是用力给他铺乌贼，看情况好不好？对方如果是血量很厚的话，就是铺3张；对方血量不厚的话，就是铺2张，好不好？加就这样子。那单价1张，交换3张，交换现在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不放异兽环的呢？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慢慢的取代异兽环，因为异兽环大家都在躲，你懂吗？躲那3张4张奖励卡，如果真的不小心被躲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过得很痛苦。所以为了防止这一些不必要的因素，所以很多人都干脆就不要放异兽环了。但在这边芒果觉得说放1张不为过，好不好？用得到就用到，用不到也不会太影响太大。好，那高球3张那个场地看一下 SM9 新卡场地。双方玩家都可以使用，丢一张手牌，从牌组拿一个基本的能量到手上。那你看基本能量赚翻啦，我们每一张都基本能量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赞！好，那这个竹篮2张，丽佳看一下，丽佳哈，在手牌5张以下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它。那它这个说明为什么是4呢？就是说，您说它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手牌只要4张以下，不含丽佳哈，不含丽佳在4张以下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它，所以意思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你这个丽佳使用的话，可以抽对手吼场面上宝可梦数量的手牌。那对手场上如果6张，你就多抽6张，超级好用的啦。那这个莉莉亚也是拼第一回合一定要开到吼，所以放4张。来投进2张，这个滑板2张，滑板要给谁用？当然是给我们吉拉奇啊。你看吉拉奇睡着之后呢，就可以用滑板直接免费做撤退。OK， 那刚4张抽7张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我觉得这副牌还蛮大众的啦，好不好？就是龙奈啊，就是龙奈啊。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龙奈啊。
好，那操作也不难啦，大看对手是谁。电水妖什么东西啊？先看对手什么再决定好不好。好，先攻 very nice。这手牌有点赞哦，可是我们先攻有点尴尬，除非对手下一大堆怪物，不然我们力加用不到。这样就好，先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先看对手是什么东西再说。哎呦，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哎，感觉有幺九尾耶，有幺九尾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得做哎。来用力的铺满，好不好？铺满我们的小乌贼。来，下回他应该会做我想一下哦。对手有六尾的话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一定要下龙奈啦，所以我觉得我怕等下被他干到手牌吼，所以我先下没关系。来，对手有电有妖精，哎，有头巾的话，那不就不是喷牌了？不是喷牌的情况下，他妖精应该是幺九尾，然后他还有我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他都煮完了。哦，电龙哦，电龙我知道了，电龙配九尾，nice。好，既然电龙配九尾，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来杀吧，用力打吧。电龙配九尾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想一下哦。哎呦，对手没有铺场哎，尴尬。宝藏是不是？滑板车，我完全没有能量啊，我能量不知道死哪去了，我想一下哦。我这个是完全没有能量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来，这种时候马下朵就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马下朵，哎，先搞你再说啦。反正我也撤退不了，先搞你再说吧。因为我们手牌太烂了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更烂！哎呦，谁可以救我？哎呦喂呀，我的妈呀！来睡他吧，让他不要抓牌。好，他如果没有抓到又没事做的话，我们就赚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个小技巧啦。你看，有时候太鸟的时候，我就只能这样子度过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，进化，它什么特性啊？你的回合，你的前排，对手可以睡觉哦。好吧，古芝麻，哎，真的很贱呢。太卑鄙了，太卑鄙了！我靠，哎，这不科学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好，再抓两张，应该会抓九尾吧？我在猜的，一定会九尾啦。可他没有能量啊，也没有电针啊，没有能量啊，拿叠叠啦，叠叠啦，叠叠跟九尾啦，一定叠叠跟九尾啦，不用想了。没错，哎，九尾嘞！哎，有场地的和尚没什么屁用哎。我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这回一定要打掉他哎。可是我完全没有能量可以用啊！人物，我靠，我手牌，
欸，我觉得没道理啊，我的手牌尴尬爆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手牌烂的时候就要跟对方周旋啦，没办法啦，只能周旋啦，来进化电龙啦，啊就只能打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一个马夏朵害我自爆，你看我八张人物都用不到，我真的觉得很尴尬，八张人物都抽不到，然后我还加基拉奇还抽不到人物，好给你杀，这次给你杀没关系。你有电针吗？他拿两张电针给他多少？四二的八，一百一十滴吼 ，OK， 一百一的话我还撑得住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要尽量抽绿牌的吼，有绿牌的话，我们就有办法打吼。没有绿牌，没难打、啊。有没有进化？没得进化就我赚喽。哦，拿七只宝可梦是不是？好吧，给你拿吧。应该有九尾吧。又是高级球，烦不烦呐、啊？来吧，来张人物吧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太好了哦！你看，天要玩我就是这样子，天要玩我才对，好不好？玩我。啊，可是一样没用啊，因为我现在用过骨之马了，来撤退吧。我觉得他应该有骨之马吧。换你吧。你看芒果空转了五回合哈，不过没办法，就是要等时机啦。反正对方战斗力也就那几只而已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拿一颗电能量。他现在使用场地吼，因为我场地他也能用啊。喂喂，人嘞？喂喂，好，电能量。我跟你讲，虽然这场芒果没有什么虐杀的行为，可是你们要知道说，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卡手的时候要怎么办？要怎么盯住？要盯住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对方已经做成这样子了，做好做满了，我们什么一只乌贼都还没出。好吧，我们做了三四回了，一只乌贼都还没出，我只能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啦。好，拿两张电针，再拿两张电针。那你有骨之马吗？有骨之马的话，也许可以杀掉我的那个哦。他如果杀掉的话，我们就头痛了，各位。再拿两张电针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他杀我他啦，因为等一下我可以单价回来洗他手牌哈。可是他应该没那么笨，显然没那么笨，他手上要骨之马。糖果加电针 ，OK， 直接跳我们的电龙。骨之马，那应该是抓基拉奇吧，或者是小乌贼。龙奈，为什么二三六九十二十五加头巾十八？为什么？他就想秀的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想秀吧。哦、oh, ，好吧，其实他杀龙奈我有点开心哦。超只有一张是不是？丢一张，拿一张抄。抄一二三，我现在只能整打一百八而已啊。
我就直接拿马夏朵给你到手上给你看。好，我就是要逼你杀我的马夏朵啦，我不管啦，就这样子。你戴总再用骨之马，来，你戴总再用骨之马，我就是要逼你杀我的马夏朵。你还有骨之马吗？好，再拿一张电能量充给我们的电龙哈。那电龙他狙杀开过了，什么都开过了，所以说他可能等一下抵达第二招190D打出来，因为他有电针嘛。现在因为他手上有三张电针，所以说他的伤害几乎是无上限哦，几乎是想秒我谁就可以秒我谁了。所以这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打电针了，再打一针90D， 再打一针120D。好，直接杀掉吗？碎。好。他打这一手齁，我就觉得我胜利在握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只要等一下，我只要稍微有丢掉一张齁，应该不用，应该是打掉，一定打掉。希拉奇用不到，来，我们先拿这个好了，先把能量拿出来，免得等一下抽到。再来，各位，我们直接开利加，因为我们先看一下手牌有什么东西。但基本上来讲，应该是稳了啦，好不好？稳了啦，应该是稳了。啊，没有东西可以丢，哇，尴尬。我想一下，好，没关系。不过我们现在，我们这个啊，不对哈，我想一下，没有东西可以丢哎。一二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死哪去啦？好，来张宝藏都可以，有好。因为你看我乌贼什么都做不出来啊，超扯，有没有看到？乌贼做不出来，来丢！哦，终于我的乌贼终于出来了，好感动哦哦！好了，各位，一、二。那等一下齁，我们下回可以用马夏朵干扰他了。我说的是充能的马夏朵哦。OK， 应该没问题，先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先这样子，来做撤退，来直接模仿，模仿哪一招先？先看好哦，我们要模仿这一招，看一下，这里，然后给我们的。我想一下要给谁呢？给基拉奇好了，基拉奇没什么用了。克数好了，我们熬出头天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卡牌也要继续用力的熬，各位用力的熬，又是熬出头天。因为有时候你一个小举动，有可能会破坏掉对手的，对手的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他的一些判断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派，譬如说刚刚我说派马夏朵出去，他就必须要用骨之马哈，这回要。放弃很多手段，用骨之马来抓出我们的龙奈来打，那所以说这个动作呢，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战况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慢慢体会吧。反正芒果讲的，你们有能学多少算多少啦，这是经验谈啦。150直接杀掉，就是 OK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马夏朵还可以再抓回来，对不对？可是重点是我没有那个呢，没有位置了，而且我能量也不够。来，宝藏户那个都可以，宝藏高级球都可以。好，宝藏高级球，我们用龙奈杀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用那个马夏朵来杀。马夏朵学那个旧月的狙叉，不过我想留一手，我想留后路啦，好不好？我想留后路，我就是逼他一定要杀我的龙奈，各位，你懂吗？我就是逼他一定要杀我龙奈。
好，多抽一张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手牌是应该是赢的啦。我们这手牌长这样，我就是逼他杀我龙奈，各位懂意思吗？他不杀我龙奈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下回一定爆，他下回一定爆。应该说他不管杀谁，他下回一定爆啦，我觉得啦。其实我觉得学旧月狙杀可能比较好，可是因为我这样子派马下躲，各位注意，我派马下躲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比较尴尬，就是说，我等一下可能会，哦，你要派用电龙打，那GG啦。你会马下躲我吗？他也没有干扰我的手段，那就赢了啊。哎呀，熬出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啦，他准备投降了。我们开狙杀。我们等一下模仿旧月，模仿旧月。哦，对哦，电龙好像不一定会放裁判呢，因为放裁判的话，好像会干扰到自己的电针走牌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有道理哦。哎，不要投降，让我打完嘛！我刚刚想要学旧月的狙叉哈。好，各位，那龙奈你看到，各位看到有看到龙奈的大伤害嘛？有看到大爆发的伤害，对不对？大爆发，那我换一下他牌组，来接看一下哦。四二三加二加二，叠叠二，叠叠不用到二吧？一吧，好了，都可以啦。百变怪一没问题，哎，百变怪一哦，百变怪好像，百变我觉得好了，百变怪一可以啦。来，四四三一二三，我觉得可以再修改，我觉得对方这样组可以再修改一下，好吧？改天我组给你们看。OK， 还不赖哦，八张电能而已哦。我还入点保险，聪明哦。OK， 那我们的龙奈今天就讲到这，因为我觉得其实龙奈大家都会玩啦，好不好？就是看情况来做咯。那刚刚如果我跟你讲，芒果第倒数第二回合，如果用马下朵打的话，代表说我场上有一只马下朵，加上我场上有一只龙奈，所以说我没有我有可能说下回如果不小心真的被双杀哈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很怕说如果被双杀的话，代表说因为对方四张奖励嘛，我会直接输啊，三张奖励说算三张奖励有可能会直接双杀我，所以说我刚刚是很不想要派这只马下朵出来。你看我如果派龙奈杀掉的话，我是不是场上只有一张龙奈加上三只小怪？所以说对手再怎么样，都不太可能一次拿到三张奖励，所以刚刚芒果是在想这个问题。你要派我们的马下朵来学我们的旧月来做攻击也 OK， 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，只是芒果比较小心一点点而已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龙奈牌组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